青龙，你看，这整个留丹山山顶，便是京城最佳的赏月之地了。想不到京城的夜晚这么美啊！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无论将来你能不能恢复记忆，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 起来！你怎么又跑到我身边了？金姑娘，你认错人了。哎，这次你休想再溜走！你谁说本姑娘只会用胳膊肘敲晕人啊？